月底即将登场，这是2011年台北世界设计大会啊，这是为了要暖身呢，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主办了，这是台北设计飨宴特展抢先登场了，现场展示许多互动式的一个多媒体设计啊，让一些设计语言转化成人人都懂的一些表现，还有虚拟的导览机器，以及还有非常特别哦，虚拟美女导览员，只要轻轻挥动左右手，还可以隔空翻书，透过这些设计让大家感受到台北致力争取2016世界设计之都的一个企图心。